这样戒王的方法挺好。戒王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有些易成功，有些不易成功。我分享自己以往戒王的经验，在戒入封王的过程中，如果操作不当，很可能造成我们戒入封王被为致伤残或死亡。那么要如何戒入封王呢？我常用的方法如下：将封王囚入囚王笼里打半格，以供封不能进入为宜，放在筐梁上，让封群四围。24小时后，如封不为王笼，可将王笼换成供封可自由出入的全格，仍放在原处。如果供封不为供封王，就可将封王放出，让封王产卵。介入的封王最好是产卵超过10天的封王。如果囚王笼打全格后供封为王，必须马上隔开供封，24小时后再放开。封王放出后，若少量供封驱逐封王，可用蜜水连王喷皮即可，气味就混合，封王介入成功。介入封王的方法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看更多养蜂视频。